八路军一年多发展到十八万，一年扩大了三倍，还建立了大片的敌后侦察。学习运动第二阶段推迟半年，都去开荒种地去了。中央专门成立干部教育部，延安时期的学习成为美谈。总参政治部王立华研究员周末开讲延安时期的学习经验，权威军事讲坛，感受兵家智慧。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和平年代周末开讲。我们知道毛泽东可谓是终身学习、酷爱读书的典范。他在延安时号召干部学习时说过，年老的同志也要学习。毛泽东一生读书之多、之广、之深、之活世俗罕见，但他并没有满足于自己的博学多识，认为学习的敌人是自己的满足，要认真学习一点东西必须从不自满开始。当前我们党正在建设学习行政党，发扬博学勤思的学习精神有着重要的意义，而延安时期的学习经验更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请总参政治部的王立华研究员开讲。王立华，总参政治部研究员，长期从事部队宣传教育研究和领导工作，著有《九坛》，组织编著《世界新军事变革丛书》《四会政治教员实用读本》等。各位观众大家好，上次呢我们讲的是延安的窑洞大学，今天呢我们讲延安时期学习的第二个阶段。这个阶段呢是从1938年底开始的，它的主要特点是组织全党同志，特别是在职干部开展学习运动。1938年底啊，在延安的乔二沟的天主堂里面召开了一个在党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会议，六届六中全。这次会议开了一个多月，按照毛主席后来的说法，说这是一次决定中国之命运的会议。一次中央全会为什么会看得这样重大呢？因为有三个方面的成果和内容。首先呢，在这次会议上，毛主席独立自主的领导抗战的正确主张得到了绝大多数领导同志的理解和拥护。此前这个分歧是很大的啊，但是经过一年多的抗战时间，华北地区按照毛主席的主张办，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八路军由改编时的五万余人发展到十八万多人，一年扩大了三倍多，还建立了大片的敌后根据地。而王明搞呢，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在南方是处处碰壁，发展不了。事实使大家认清了是非和对错。第二是进一步明确了毛主席的领导地位，解决了党的统一领导问题。在此之前呢，王明从共产国际回来，以钦差大臣之具争夺党的领导权。后来王稼祥从苏联回来，传达了共产国际负责同志的话，意思是说让王稼祥告诉大家，支持毛泽东同志为中共领导人，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问题，其他人如王明不要再去争当领导人了。这对我们党的统一领导是极为重要的啊！党内过去有一种不太好的做法，就是争论到不可开交时就到共产国际打官司，从此改变了这种状况。这次会议还有一个重大内容，当时不像前两项那样被人高度关切，但却随着历史发展越来越显得重要。什么内容呢？就是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课题，启动了全党声势浩大的学习运动，开创了党组织建设永葆活力的一个崭新的模式。
六中全会上，毛主席把党的建设的着力点转到了提高党员干部队伍素质上。当时虽然有大批干部进入学校学习，但90%以上的干部是在工作岗位上，干部只能边工作边学习。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毛主席把全党这个学习作为专题提出了要求。他说什么呢？他说，我希望从我们这次中央全会后来一个全党的学习竞赛，看谁真正的学到一点东西，看谁学得更多一点，更好一点。他还说，如果我们党有100个至200个系统的而不是零碎的，实际的而不是空洞的，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的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并加速我们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工作。后来的实践证明，这说的是非常正确的。当时会上还专门做出推进学习的决议，要求大家学习马列主义，学习中国革命运动，学习中国的历史，要从中央委员会各级干部研究较高深的理论起，一直到各机关事务人员学习文化知识。为加强领导，中央还专门成立了干部教育部，下属的单位都要成立有关的机构，教育部啊，教育科，以此为起点，一个永载史册的干部学习运动在延安发起。实际上，延安时期学习的第二个阶段，这场学习运动真正开展起来是在半年之后。那么为什么过了这么长时间呢？因为从1938年底开始，抗战进入了相持阶段，日本的重点转向巩固已占领地区，而对国民党进行政治诱降。国民党内呢，汪精卫投降了，蒋介石也开始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在这样的背景下，毛主席意识到了一个重大问题。什么问题？要坚持长期抗战，最大的困难是经济困难。当时1938年的时候，国民党还给发点军饷的，还有一些各界的一些捐款等等。在延安的八路军在这还能吃上小米饭，但是毛主席说了，你要想到什么也不给发的时候，没有钱花，没有饭吃的时候该怎么办？怎么办？无非是三种办法：第一是饿死，第二是解散，第三呢，要是不饿死也不解散，怎么办？就要生产。于是呢，下了一个决心，通过发起持久的生产运动，几万人自己能反制，自己搞一次反制，来解决穿衣和吃饭的问题。后来的历史发展今天证明，这一边料事在前，高瞻远瞩。日本侵略者绞杀扫荡抗日根据地，蒋介石后来不但不支持我们，还对边区实行了经济封锁，但我们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掐脖子也不怕。有一件事受影响了，什么事呢？就是六中全会号召的学习运动，大规模的学习运动晚开始了半年。虽然是1938年底发出的号召，但到了39年初要开展生产运动啊，都去开荒种地去了，顾不上搞学习，所以直到春耕春种告一段落后，才把学习运动的事重新拾起来。1939年5月20日，中央在陕北公学大礼堂召开干部学习动员大会，延安有1000多人参加。会上，毛主席大谈学习，妙语连珠。毛主席亲自讲话动员，他说什么呢？他说，我们这么一个大党，领导这么多人的革命，没有学问是不成的。
领导干部单靠发布命令不行，还要有本领。啊，他还在动员当中创造性的提出，要把全党变成一个大学校。啊，这个大学呢是延安独创的，是天下第一的无期大学。不论在什么地方，不论什么人，都可以进这个大学。学校的领导就是中央，各地方的党部、八路军、新四军、游击队都是这个大学的分校。全党的同志及非党的战士都要进这个学校去学习。还讲了很多具体问题，他说有的同志担心工作忙啊，担心看不懂，不要怕嘛。他说要像木匠钉木头一样挤和钻，就一定能够挤出时间，就一定可以把看不懂的东西变成看得懂的。我们今天常说要发扬钉子精神，看来这个原创发明现在毛主席70年前他就开始提倡。他还说年龄大一点不要怕，说人到55还是初生牛犊，如果是54岁的话还是个小青年，哪有不可行的道理。这确实能够鼓励一些年龄大的同志学习。所以在职学习是师资最省、设备最简单、最靠得住、最有成效的大学、大学校。这次动员大会后，延安的学习运动就广泛开展起来了。中央对学习提出了9项要求，非常简洁，也非常具体。是哪9项要求呢？第一项要求什么？说6中全会以后，中央发起全党干部学习运动，对提高全党干部的理论文化水平有头等重要的意义。注意，是有头等重要的意义，还不是二等。第二要求是什么呢？党政军民学各机关的在职干部均应一面工作一面学习。第三，按其程度，文化与理论或并重或偏重，啊，学文化学理论。第四，是一种长期的大学校，啊，不是一天两天就结束了。第五，每日2小时学习制，必须抽出2个小时时间来。第六，一面工作一面生产一面学习，三个面，工作、生产、学习。第七，自动与强制并重，理论与学习一致，你自己不好好学习，强制你学，还要跟实践一致起来。第八，勤学者奖，怠惰者罚。第九，各级机关、学校、部队均设干部教育领导机关和人员。为了推动这个学习的落实，中央是下很大功夫的，先后组织了3次大规模的检查活动，还规定了一个节日，每年5月5日，也就是马克思生日那天，作为干部学习节。各单位呢要总结学习情况和经验并进行奖励。第一届学习节是1940年的5月5日，当时评出了39个模范学习小组，还有一大批学习模范。谁当模范了呢？朱德总司令曾被评为学习模范，陈云领导的中组部也被评为学习模范。当时啊，陈云是中组部的部长，他在学习上确实有很多佳话，虽然工作很忙，却能在繁忙的工作中抽出时间来学习。毛主席，咱们前面说了，毛主席在学习动员大会上做动员的时候，提倡以挤的方法来获得学习时间，就是以陈云为例进行了称赞。他说陈云同志啊，有挤的经验，他有法子挤出时间来看书来开会。那当时中组部被评为学习模范，那确实是实实在在的学得好。部长陈云一身作则，他写了个口号叫什么呢？从我做起，从现代做起。这个发明权也是在60、70年以前。即使每天的工作再忙，说他有时候从书记处开会回来，天已经蒙蒙亮了，第二天照旧参加
中组部机关组织的学习讨论。为了落实中央的这个学习号召，帮助大家的养成学习习惯，不光是自己学习，还要帮助大家学习，他想了不少这个切实可行的办法。当时中组部办公室设在山上，延安我们都知道它是这个黄土高坡，设在山上，因为交通工具不便呢，来找他们联系工作的人一般要在9点左右才能到达。那陈云就根据这个特点要求早上早一点吃饭，9点钟以前不办公，集中在这个时间学习，水也不准占用。这样这个规定呢，既不影响办公，也保证了学习时间。啊，在学习方法上，他的组织也是极为有效的。后来一位老同志回忆说，当时他在中组部一块儿学习什么呢？学习《共产党宣言》。啊，是陈云同志亲自主持，全体干部都要参加的，书是延安出版的，人手一册。学习方法呢是什么呢？是念一段讨论一段，再有翻一个许多那个马列著作，延安当时是延安中央研究院的这个何伯年同志辅导。就这样一段一段的学，把共产党宣言从头到尾学了一遍。紧接着有一期学反杜林论，主要学哪一章呢？学那个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这一部分。由这本书的翻译者，当时曾任中宣部副部长的吴亮平同志辅导，也是读一段讨论一段。过了几十年以后，这位老同志仍然感叹地说，说那是自己一生中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收益最大、感受最深的一次。毛主席不但号召大家学习，自己也是学习的模范。他组织的战争论研究小组每周学习讨论一次，也是采取边读边译的方法，晚上7-8点钟开始，一直讨论到深夜，大家一块儿学习。啊，后来曾任装甲兵政委的莫文华中将回忆说，说当时他也参加了这个学习小组，讨论最多最热烈的是什么呢？是集中兵力的问题。大家讨论一番后，由毛主席做小结发言。啊，说是记得毛主席曾经在讨论中说，克劳蔡维茨他的作战指挥实践不多，但集中兵力问题谈得好。我们能够以少胜多，也是在战术上集中比敌人多5到10倍的兵力。他还联系中国革命的实践，对这个军事辩证法问题做过报告。啊，有一次说是结束学习结束的时候啊，已经很晚了，毛主席就诙谐地对大家说，说人家都说姓毛的一毛不拔，今天我要拔一毛，请你们吃夜餐，引起大家一片笑声。啊，大家有了学习收获，又在主席那里聚餐，而且呢当时主席请他们吃的还是难得一见的大米，自然非常开心，留下了难忘的记忆。延安的学习运动啊，也带动了前方各抗日根据地，大家都十分认真地组织学习。1940年6月，朱总司令在延安的这个干部学习周年总结大会上，曾经讲过前方学习中的两个困难。哪两个困难呢？一个困难是缺教室，说邓小平同志到前方去，就让他带了两个马列学院毕业的同志当教员的，结果走到半道上让人家给截住了，留下了，没带走。第二困难是什么？是缺书本。延安当时给山东这个根据地发去了1200本这个联共党史，啊，这是学习教材之一吧。他们最后发了1200本，最后收到了7本。为什么呢？半路上你一本我一本的都被给抢光了。这开展学习竞赛，延安的同志也是非常积极的。有的年轻夫妇生了小孩，托儿所又不收这个出生的婴儿，为了能挤出时间来学习，就想了一个法子，就把孩子放在筐子里，吊在窑洞的横梁上，然后再用绳子一头系住筐子，另一头呢系在桌子腿上。孩子一哭闹，进入那个脚不停地踩绳子，筐子就随之摇晃起来，啊，
这样在这样一个摇篮里，孩子就不哭了，他们就可以继续学习了。讲这些就可见当时大家的学习积极性之高，各级组织对学习的重视程度。这个阶段的学习健全了党的一些学习制度，学了党的基础理论，许多同志也养成了学习的习惯，但也存在不少问题。主要问题是什么呢？学习质量不够高啊。为此呢，中央专门做出提高教育质量的决定，还专门发出要求加强策略教育，甚至组织了策略教育干部会等等。但最根本的问题还是学风端正的问题，这样呢就引出了后来改造我们的学习，使学习运动发展成为整风学习运动。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了解延安时期普遍的整风学习，首先讲了一个孝陵广记中的一个故事，回顾我们党组织学习活动历史，就展开了近四年的整风学习运动，解读革命力量迅速壮大的奥秘，讲述革命前辈改造学习的故事。总参政治部王立华研究员周末开讲延安时期的学习经验。他是一名与弹药打了半辈子交道的老兵，他的工作时时与危险相伴，他驻守大山深处，曾50多次与死神擦肩而过。32年军旅生涯，他经历了哪些难忘的故事？平凡的工作岗位铸就了怎样的辉煌人生？和平年代，黄洋滩上的老兵，下周一播出。